使是业配影片，也谢谢你们看完，也谢谢你们喜欢。四，亦或是后面这盒凤梨小镇的土凤梨酥。哦，土凤梨酥。今天星期五，你下班后要干嘛、啊？星期五晚上除了宅在家，当然就是去 Friday 网站购物啊。不拖泥带水，直接进入业配主题 ，Go Go Go！ 我想说，既然要拍，那至少让网友看完影片是觉得好笑，是觉得有趣的，让他们看完影片觉得好笑的情绪是大过于因为是业配影片所带给他们不开心的情绪。那这也是我自己在跟厂商沟通的一个大原则。毕竟如果网友讨厌这个影片，那厂商也达不到他们的目的，不是吗？不拖泥带水，直接进入业配主题 ，Go Go Go！ 那你想要买什么？我想要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终于来上这个节目了，非常的兴奋哦，因为第一次是用对谈的方式，我终于可以 live 听异乡人讲笑话了。大概三分哦，我有听过前面。Oh my god， 真的好烂哦！因为我就是也是堪称民间的笑话大王。就有一只青蛙，它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长在脖子这里。然后呢，它就觉得哦好痛，不行，我要去看医生。然后就去看医生，然后它就跟那个医生讲说，哎，医生，我这脖子长了肿瘤，好痛，怎么办？然后医生就跟他说，不要怕，吃药就会好，但是不要碰到它。然后就跟医生说，哦好。秋天的月光洒满山崩街坊。